谢谢咱委员哦，正如委员来讲，今日再寿星袂使使开伤紧，因为永南哦，大家要比较欢乐啦吼。啊，所以外商哦，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参叙啦吼。在座各位就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所以恁今仔日来，我非常的感谢。但我咧干杯的时间，不要紧。要怎么喝？你们自己讲。好，谁来怎么样？没有大。
其实又感谢阿美会长。哎，不要这样。对对，阿美会长。没有他跟我讲，我还不知道会过。那时候没有，那时候没有看到。我看 Facebook， 我真的都看到啊。真的看到，三个提示啊，你真的看到。阿哥他来哦。拜拜。谢谢。没有，今天阿辉真的很用心。他说本来要买八成的，人家没有那个八成的工具，只有三成的工具，他连那个工具都借过来。那你要找那老板来讲一下哦。这西瓜刀嘞，这现在来哦。来，以天技术，谁与争锋？哎，我们立委大刀阔斧，前途无